在宋仲基的车窗外面一大喊 Quickly marry 宋慧乔，之后就真的结婚了。但是我没想到过不久就离婚了。你记得自己看过的第一部韩剧是什么吗？顺风妇产科，那现在还在看，一直看，不是最好看的，但是是最好笑的。宋慧乔到现在还是经典。他们买五百，我连听都没听过。就是、我有听过，可是我都没看。继承者们，匹诺丘，主君的太阳，阿黑丸子。啊，最容易看一下主君的太阳吧。真的好像是一堆跟屁虫。最喜欢的韩剧是这一部吗？最好看的。来自星星的你应该我觉得最好看，太阳的后裔差距很小很小，幸好嘛，没关系，是爱有看了四遍，一点精神病，对，大家都是精神病，真的不好看，那要怎么看？就是离开原本，打不了两个世界，太阳的后裔，夫妇的世界，还没完结吧？对，对，完结。那你怎么知道你最喜欢？说不定要烂尾啊。对、啊。那想问一下，你有没有因为追剧做过什么疯狂的事？在宋仲基的车窗外面一大喊撒浪，要团结，然后英文说快点娶宋慧乔，要保全出来感人。那英文怎么说？Quickly marry 宋慧乔。宋慧乔他听得懂吗？我哪知道他听不听得懂？那之后就真的结婚了，但是我没想到过不久就离婚了。通宵一路一直追啊，就追到天亮了。从晚上十一点追到早上，隔天早上就换睡觉了。那你为什么不白天看，然后晚上睡？为什么要反过来？流星花园很红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不是金贤重很帅吗？就买一堆金贤重的周边。哦，他好像很渣。你有没有最喜欢的角色或者是演员？我最喜欢的女生，我还是全智贤。我还曾经去朴信惠的见面会，台北见面会，我穿全智贤衣服去朴信惠见面会，为什么？还一直上新闻。爱的迫降的旋律吧，因为觉得他演的还蛮厉害的。哦，对，因为本来不是我喜欢的型，但看了会觉得他很帅。就是继承者们的李敏镐，有点霸气那种。朴信惠吧，就是特别漂亮。就是我觉得朴信惠是很好认的那种漂亮。哦，对，好认到就是我看他别部还会出戏，还有上一部的形象。Park Jun Young。可是你是觉得他帅吗？还是你只是我知道是每一个人都说他很帅的，可是他是我的菜啊。男祝贺，丁海寅也很帅。丁海。那他们演过很有名的那种吗？那部叫什么啊？这有点年纪了吧？浪漫满屋，我好爱看哦。答对了。浪漫满屋。浪漫满屋。啊，答对了。是啊。浪漫满屋。浪漫满屋。这很简单啊，是我最近常看八大重播的啊，《公野蛮王妃》啊。哦，谁啊？公野蛮王妃，那部叫什么？宫廷剧之类的那种吗？公野蛮王妃。答对了。咖啡王子一号店啊，孔刘啊，他们直接找到韩剧达人。我好爱看这四十台东森戏剧台在重播。咖啡王子一号店，这个我没看。咖啡王子一号店。你知道？他怎么知道啊？我姐有在看啊。什么三号王子送咖啡？这也很简单啊，这就是那个爱上高美男呐、啊。我也不小心念错了。那个原来是美男啊，答对了啊！你有看过张根硕现在的样子吗？反正就年纪大了，跟王仁甫差不多。美男应该是啊 ，Ikemen desu 那时候很红。这更简单的，我刚刚就说，这还用说吗？这太简单了，都敏俊。那个来自星星的你，来自星星的你，来自星星的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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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星星星的你，离太远，三个字，第一个字，马，骑马，骑马，骑，骑马皇后，骑皇后。哇！齐皇后啊，谁齐皇后？知道齐皇后，是我看这好看。Doctors， 哎，这是 Doctor。你在讲一次，你在用 Doctor， 就是那个 Doctor， 日式英文。马库多纳鲁斗。对，这个名字，我们叫医生 Doctor。这个还要说吗？这一句，只是说一下，还是说一下太阳的后裔。太阳的后裔，太阳的后裔，太阳的后裔。哎啊，鬼怪是超好看的，十二年来受收视率十二年最高的收视率。哇，你每一部都可以那个影评一下。
这个鬼怪。哎、欸，你真的是默默的。那个鬼怪，那个什么鬼怪啊？鬼怪啊！哦哦哦，对，你还想讲什么？对，他就是那个 Tokebi， 我知道他有全名，孤单又灿烂鬼怪之类的。零零号班，这是谁啊？什么海洋的？什么海洋的？什么海洋的？海洋的传说，这是美人鱼的那个，但是大海的传说。什么蓝色的海？什么传说的那个？蓝色海洋，蓝色海洋的传说之类的吗？哦，蓝色海洋的传说。哇塞！我没事，闲来无事就看。你真的那个听见你的声音 ，W 两个字节。哇。W 吗？韩孝周、李宗硕，对我记得。这我会。W 两个世界。哎、欸，这个我不太晓得。那个为什么你都知道？那个我很有名。大力女子罗浮珠，哎、欸，不是，刚刚那个谁？罗浮珠。大力女子杜凤顺。哇。这我也不晓得了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那就是漫画里面的那个，那个是一个漫画改编的。这是那个我的 ID 是江南美人。哇，然后很快。这个还蛮红的哦。爱的迫降吗？不是不是。啊，抱歉，这我外这个剧我没看到。金秘书。金秘书。对啊，金秘书。金秘书为何那样？全名都答对。金秘书。对。他的私生活。不是。真的就是爱的迫降了吧？不是，也不是。姐姐，请你吃饭。吃饭的姐姐。啊，这个也是，这很漂亮的姐姐，常常请我吃饭，什么。对对，漂亮姐姐请吃饭。啊，漂亮的姐姐请我吃饭之类的。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。这第一个全对了吧？这就算是爱的迫降了。对。这个孙艺珍跟玄彬，超好看的。爱的迫降。这个你看过？我看过。给你回答。给他回答。你干嘛？你都没有在答哎。爱的迫降。这部很新。你可能还没更新到那边。哎，我最近那个梨泰院。梨泰院 class。最后就是那个伊帝翁 class。啊，答对了，这我听得懂。三个梨泰院 class。干，我真的记不起来名字哎。为什么会记不起来？我刚看完，但我记不起来名字。秀儿还是乙瑞，你会选谁？乙瑞吧，因为我不是那种安于现况的，乙瑞就是自己想要什么就追求。是他，那另外一个长头发那有点太讨厌。太讨厌了吗？可是他一开始都不讲。你在感情里也是会勇敢讲出心声的人。他也是啊，还要 cue 朋友。你会选长头发的？为什么？因为短头发没有到讨喜，就是我看到我会觉得，就是他演出来不会让我觉得很佩服他那种。可是我觉得女二是在利用人家，就是真正陪在男主角身边的应该是女一。对啦，其实是没有。我是男生，我应该会觉得，就是一个常常陪在我旁边的会比较。对，因为而且日久生情。秀儿啊，你们都选秀儿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其实一直都在帮他。秀儿是你喜欢那型吗？哎，是情侣吗？是。为什么你也选秀儿？因为尹瑞很幼稚。太屁了。太屁了不行。那你平常幼稚吗？幼稚啊。你现在有另一半吗？我30岁了，我从来都没有交过女朋友。我生日在情人节2月14日，很讽刺的是，我却从来都没交过女朋友。我就说我妈在这一天把我生下来，是不是在故意讽刺我？我是婆婆惨。缘分还没到而已啊，会到的吧？希望那喜欢怎么样类型的女生？不挑啊，只要聊得来，听我说话会笑，基本上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就可以了。